的地方。啊，谢谢啊！你看你刚站起来就想飞，你慢点啊！啊！哎呀，你别降了，站都站不住了。我扶你坐会儿。啊！哦，哎，走吧，你坐呀。啊！大黄。你别怕啊，他呀是看你这样替你高兴的，他说希望你早点好。啊，坐吧。哎，他真能听懂你说话啊？嗯，我也希望能够早点好，好早日离开啊。你老是说这样的话，难道我和爷爷对你不好啊？哎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跟爷爷救了我一命，我打心眼里感激。可我是个和尚，我还和尚怎么了？和尚没头发，长出头发不就还俗了吗？小妹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小和尚靠不住。谁让你偷听我们说话的？